那我们就去万丹宝阁吧，万丹宝典就在那里。南城果然将传送阵设置在了这里，他的那些修手段，这些年我早就研究透了。你是丹果人，你还没死？还没找你算账，老夫岂会轻易死掉？低估了，乾坤无日，阴阳两合，以血为饮。云君，龙爷救我，这货开挂。哟，九个灵虚境血雾，这阵仗够大，没办法了，动天劫吧。天劫，这能成吗？出事了，是白羽。道友，徐道友，世学殿邀请万丹宝典，通知人去救城主。聂晨，给我撑住了！啊！万丹阁出事了。小子，将你的丹祖龙魂召出来。召出来干嘛？一会儿被天劫劈死了。你这傻小子，若要让龙魂变强，必得让他接受天劫的淬炼，此时正是最好时机。对啊，奇妙的气息。
天魔草而住，难道这些漂浮在空中的异境都是丹方？只有找到对应的竹简才能出现丹方。可这么多丹方，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高阶延寿丹？吞下的异境竟直接化为丹方出现在了石海，这丹祖罗环还有这作用？那若是龙魂能将所有异境都吞下，怎么着也能撞到几种延寿丹的炼制方法吧。丹祖龙魂，帮我找延寿丹，要高阶的那种。未见，特意为你炼制的毒丹，滋味好受吗？你是谁？当年你将我赶出丹城，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可不是你放肆的地方。祖龙魂收集到了不少四文五文高阶丹药，连延寿丹也拿到了好几种，回去再慢慢领悟。血瞳，想不到老夫能闯进来吧？恒月宗的小子，告诉我，万丹宝典是老夫的。停！丹鬼，你还没死？还没找你算账，老夫岂会轻易死掉？难怪他第一次看到我们动了杀机，也难怪他如此敌视丹城。我有用吗？现在怎么说，老夫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万剑朝宗斩！